大家好，我是慧清。OK， 我在 eHoliday 上班，然后我是一名导游。今天我想跟大家介绍，怎么画那个出国必备妆。所以，你知道我是一个导游嘛，所以出国时候呢，我需要在很快的速度把我的妆画好。所以啊，我今天准备了一些化妆品，想要跟大家分享，然后教大家怎么以快速的速度画好那个出国的素颜妆。因为现在的妆容呢，都是属于走比较自然的路线，就是好像你有画又好像你没有画，可是你又不能不完全不画，因为你画的话又看起来没有精神，你就画稍微一点啊，所以可是你又不可以完全不画，是不是很复杂？ OK， 不过没有关系，我现在就要跟大家说出国的时候你需要带准备的东西。就是我们通常想化妆的话，想出国化妆，我们不想要带太多东西，因为可是你去了那你还要买化妆品耶，你还看到新的化妆品，所以你尽量要减少你的行李重量，你才可以在那里买多一点东西带回来，有没有道理？对， OK， 所以我数了一下，我们大概需要11样东西。 OK， 所以第一个就是这个防晒，这个是来自日本的，不过我是在韩国买的。 OK， 然后第二个你需要的是保湿，其实我买的是一个盒子的，不过我觉得这个很好，因为它就是一个瓶子，你可以这样打开，然后你就可以保湿涂在脸上，你上飞机你也可以带着，所以这个是第二样。OK， 然后再来我们第三样，我们需要的是其实是没有什么顺序啦， OK， 反正就是要跟大家讲需要的。 OK， 这个是素颜粉，这个是来自日本的，所以这个素颜粉里面是有那个玻尿酸，就算你不化妆啊，其实你也可以这样涂在你的脸上，因为那个把这个素颜粉卖给我的那个销售说呢，它就是一个素颜粉咯，然后你就是可以不用化妆的时候涂在脸上。不过为什么我们要擦这种定妆粉啊，就是为了化妆的时候不要让你的妆好像流汗的时候呢会有那些印啊还是裂掉啊，所以很好，这个很好。 OK， 这个是日本的，1、2、3 OK， 第四样，这个是MKUP 的牌子。 OK， 这是遮瑕膏，遮瑕膏你看我觉得这款遮瑕膏很好，因为它有三种不同的颜色，现在我跟你介绍的就是等一下会用到的。 OK， 所以1、2、3、4 OK， 然后我要介绍这个眼影，这个眼影很好用，是这个牌子，我在韩国买的，其实我经常乱到处乱跑， OK， 然后会一直去看有什么新奇的化妆品，因为我真的是很喜欢找那种很新潮的化妆，虽然我也不能说经常化妆，不过工作的时候有工作需要就会化妆。 OK， 所以这个呢你可以看你的你的那个眼影呢就是可以这样然后涂在你的眼睛上，等一下我会画给你看，然后你就等于涂一层就等于是涂了两次了，因为还有两个颜色，所以是不是很方便，这个眼影很好。 OK， 然后需要 CC 淀粉，当然我这个是韩国的牌子，不过你要最适合的就是找到你自己适合的颜色，然后你擦的在你的脸上跟在你的脖子上是要相同的颜色，不要不一样，不然你就要涂在你的脖子也是，所以这个 CC 淀粉你可以找适合你自己的。OK， 所以我把那个用那个化妆品介绍完了我再数吧，不然一直数好累。 OK， 然后呢你需要眼线，增强你的眼睛，让你的眼睛变得有神，就算你不画这些东西哦，你不需要，你觉得你那个那天非常懒惰你不想了，你一定要眼线，不然就一定要有睫毛膏，这个是L'Oreal 的睫毛膏，这个牌子我觉得很好用，有睫毛膏就一定要夹你的睫毛，所以有这个夹睫毛的，以前我一直是放假睫毛的，后来我现在觉得用自己的睫毛比较好。 OK， 然后就自己夹，然后就涂这个睫毛膏，等一下我会跟你说。然后这个是茶眉毛的，这个是日本的，
然后呢你还需要的就是那个，其实我会多带一个眼影，因为我要利用到这个里面这个亮粉，就是擦在我的鼻子，因为我不想带太多嘛，所以这个我也会带去，就擦亮粉的。然后下一个呢需要的是口红 ，OK， 我其实有不同的口红啊，这三种，有一些颜色像这个 YSL 这个是我觉得我很喜欢的，不过不会经常，因为那个颜色很红，不会经常用。然后因为如果是化裸妆的话呢，我会比较喜欢自然的颜色。其实我会多带一个眼影，因为我要利用到这个里面这个亮粉，就擦在我的鼻子，因为我不想带太多嘛，所以这个我也会带去，就擦亮粉的。然后下一个呢需要的是口红 ，OK， 我其实有不同的口红啊，这三种，有一些颜色像这个 YSL 这个是我觉得很喜欢的，不过不会经常，因为那个颜色很红，不会经常用。然后因为如果是化裸妆的话呢，我会比较喜欢自然的颜色，所以通常我会擦的是给大家看哦，这种颜色。等下我会涂给大家看 ，OK，OK，、okay? okay, 所以我们需要有多少样东西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所以十样东西呢，然后我觉得这个呢我也是很强力介绍大家出国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是那个 Rapper 的 Rifa 按摩，所以你知道出国很容易水肿啊，所以你就有事没事没事有事你就要这样咯，你就每天这样，你的脸就会很快就有那个瓜子脸了，像我这种大饼脸就是很非常适合 OK 这样这个是日本的，可是我在网上买的，所以每次有什么母亲节啊什么，它就50%，OK， 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这样我算下来呢，大概你是需要11样东西。所以出国的时候呢，你就把它全部放在里面 ，OK， 就是做一个样子，就这样，然后你就可以出国了，是不是非常好？哦，最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再讲实力，就是这个，这个是那个卸妆的那个湿纸巾 ，OK， 你不能用那种擦手的湿纸巾，你一定要用这种是专门卸妆，因为这个没有酒精。然后有时候工作了一天很累，带完汤一整天很累，所以我就会用这个湿巾卸妆，然后再洗脸这些。OK， 所以12样东西不多不少，然后很轻便的可以让你带出国哦。OK， 所以我们现在呢就从第一样开始咯。所以第一样我们要擦的就是防晒。OK， 所以化妆最重要的第一个步骤，就算你不化妆哦，你一定要懂，女孩子一定要懂得怎么防晒。所以防晒呢就是要防晒咯。你看不防晒的后果就是很多雀斑。所以虽然我一直有擦防晒膏了，不过还是不好的，因为我一直出国，然后出国的时候那个太阳都很晒，可是如果我一直是做导游的工作，我就会需要那个一直防晒，不过因为最近那个疫情的关系，所以没有什么出国，一直待在家，所以皮肤好像感觉好像有白了一点点，好像有白了一点点 OK， 所以这个就是防晒。其实防晒是4个小时，每4个小时你都要擦一次防晒的，不过那有这么勤了，不过我擦了化了妆，我怎么去每4个小时防晒？所以你选用那个 CC 淀粉的时候就很重要，你选的那个 CC 淀粉有很多现在都是有那种 SPH 的，然后就是有防晒咯，所以你就可以擦比如说很像我 不是 SPH， 是 SPFOK，SPF， 总之就是防晒。OK， 比如说我也有用这个 Misha 的这个，因为我有那时去韩国的时候去他的柜台，这个还没打开呢，然后这个就有 SPF 50，然后我觉得通常适合我们亚洲皮肤，如果像我那种你想要皮肤比较白又比较自然的，通常会选用韩国的那种是21号，我每次去找21号，所以你们可以去看看。OK， 好，所以我们已经防晒好了。好，所以下一个呢就是那个保湿，不好意思，是这个保湿呢，我会用这个
因为它很好，它是有小小瓶子，我在法国的药店买的。其实我今天用的化妆品呢，有韩国，有法国的，我觉得都很好。所以你们可以出国的时候呢，我都是在国外买的嘛，所以出国的时候呢，你们如果去韩国或去法国，你就可以在那里买，要不然也可以在网上买。OK， 所以保湿，我觉得防晒跟保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一定不可以缺少这个步骤，一定不可以缺少。那些教人家化妆的网红，他们自创是怎么做的，我也不是很清楚呀。不过我觉得自己跟自己讲话好像是有点怪啊。OK， 好。OK， 老师，你看这么小的瓶子，你又可以拿出国，你不会觉得很，也可以拿上飞机，你不会觉得很重，所以很好，我很大力的、很强力的推荐这个。OK， 然后保湿已经好了，然后我们的下一个步骤呢，就是吸吸淀粉啦，吸吸固醇。OK， 这个是我在网上买的，叫这个牌子 Lavian， 我觉得很好用，当然你可以找适合你自己的。 OK， 所以其实我一个人的时候当然我是比较快的啦，因为我不用跟你们讲那么多话，可是现在我要跟你讲话，所以就慢了一点啊。我通常呢化妆大概10分钟这样就可以马上搞定了，然后最后我要说，哎，都还没有到最后，我现在要说化妆是很重要的哈，我们女孩子一定要学会怎么化妆，然后拍照的时候尽量少用美颜去修图，用化妆来把自己的优点展现出来。 OK， 吸吸淀粉，其实我觉得这个吸吸淀粉很好，因为很保湿的。拿了一本纸在那里跳去看，我怕我介绍错的那个，我要有顺序的跟你们说。OK， 所以下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眉毛，画眉毛。当然你可以看我的眉毛是有那个半永久，我的华语很好，半永久的。不过为了要展现给你们看，所以当然还是要画一下啦。就是通常你的眉毛呢，你需要的就是。需要现在流行的眉毛是四方形的嘛，就是你要画这样子。然后当然如果你现在有看很多韩剧啊还是连续剧啊，你会发现现在的眉毛呢都是喜欢走淡系列的，就是轻轻很比较淡的颜色，浅浅的颜色，像我这个是有点深了，所以你可以选择比较浅的颜色画你的眉毛。最主要的就是要画出这个四方形。 OK， 我之前拍了一个视频，然后我就画得太前面了，然后结果看不到，我很怕嘞，我又怕人家在那个明天在现在这种时候啊，化了妆又卸妆，化了妆又卸妆，我觉得很伤心耶，又不可以给人家看。 OK，我刚刚睡醒，今天不用上那个 online class， 我睡要很迟。OK， 然后呢，这个就是让你，其实因为我是有颜色的啦，不过我是大概做给你看，所以你知道怎么画。OK， 如果你还是不知道的话呢，你就在那个 video 下面 comment 啊，我再试一下发给你，跟你说怎么画。OK， 所以画好眉毛了，然后现在就是要做那个修鼻。其实我觉得这个修鼻呢是看啊，因为我们不想做得太夸张，所以我比较那个强调的就是呢那个亮那个鼻粉，就是把你的鼻子的这个鼻梁这里就是要撒放那个亮粉，涂点亮粉。 OK， 所以我用那个眼影啊，因为我不觉得要特地去买一个，因为只要白色就可以了，淡的颜色，所以你要打在这里。
你这个很重要哦，因为拍照的时候呢，那个鼻子是脸的中心，所以你的鼻子呢，如果这里比较亮，就会立体。那你鼻子一立体呢，脸就会看起来比较小。那像我这种小圆脸，这个是很适合的，就一定要。然后一点在这边，这个叫人中，人中也要放一点。然后唇底下也要放一点，可是你不要涂太多，因为如果你涂太多就会很夸张。然后旁边呢，这里，哎呀，这个夹子好像都没有用，我最近刚刚剪的图。OK， 所以画好眉毛了，然后现在就是要做那个修鼻。其实我觉得这个修鼻呢是看啊，因为我们不想做的太夸张，所以我比较那个强调的就是呢，那个亮那个鼻粉，就是把你的鼻子的这个鼻梁这里，就是要撒放那个亮粉，涂点亮粉。OK， 所以我用那个眼影啊，因为我不觉得要特地去买一个，因为只要白色就可以了，淡的颜色。所以你要打在这里，你这个很重要哦，因为拍照的时候呢，那个鼻子是脸的中心，所以你的鼻子呢，如果这里比较亮，就会立体。那你的鼻子一立体呢，脸就会看起来比较小。像我这种小圆脸，这个是很适合的，所以一定要。然后一点在这边，这个叫人中。人中也要放一点，然后唇底下也要放一点，可是你不要涂太多，因为如果你涂太多就会很夸张。然后旁边呢，这里，哎呀，这个夹子好像都没有用，我最近刚刚剪的图。OK， 等一下哦，一定要把那个。OK， 所以现在比较好。OK， 然后对，所以你就要。把你的那个涂了这个鼻梁在这里亮粉，然后在靠近眼睛的部分呢，去涂一点深的颜色。所以这个是我用那个比较深的遮瑕膏 ，OK。然后这个深的遮瑕膏很好，因为它还可以帮你遮瑕。如果你用小小的一粒粒的，可以帮你遮瑕。然后这个遮瑕膏呢，其实就是我们下一个要用的步骤了哈。所以你要遮瑕你的那些。瑕疵，比如黑眼圈，看我最近睡得很晚，所以黑眼圈很多，很深，讲错，最近黑眼圈比较深。OK， 其实遮瑕膏你可以在涂 CC 淀粉之前先涂，不过因为我好像是刚才忘了是吗？不过没有关系，现在也可以补上，然后再涂点 CC 淀粉，把它盖住就好了。所以我会涂在我的眼睛周围。眼睛周围，我在想，如果我带妆的客人看到我在做这个视频，他们心里会怎么想？因为其实我跟你说，我也经常没有化妆，就前面一两年啊，工作的时候我就很 rich， 哇，整天化妆，要扮美美，然后后来现在我根本就不化妆，每天我就跟我自己讲，哎，不要化妆就好了，素颜就很好。然后结果那个雀斑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了。OK， 所以我的那个遮瑕膏已经涂好了。遮瑕膏是用的是这个。OK， 那这个很好，你看有三个颜色。OK， 然后呢，定妆呢？对对，定妆我用的是这个，其实就是日本、韩国、法国那些化妆品，所以这个很好。因为这个是好像粉，为什么一定要定妆？因为每个人的脸不一样，有些人的脸会那个出油，所以你不想要你的脸出油的话呢，用这个是最好的。因为你画了你的就是涂了放了 CC 淀粉过后呢，你就把这个拍在你的脸上，你也可以很用力的拍，我当然不需要啦。然后这个。其实晚上睡觉的时候也可以用哦，就不一定是你不化妆的时候也可以用，所以我觉得这个叫什么来着？我不懂，好像是叫素颜粉，对吗？素颜粉 ，OK， 日本的牌子，然后它里面有玻尿酸。我之前在找这个怎么化妆的 video 的时候呢，我也看到很多那个教化妆的那些网红他们有介绍，不过我本来就有了，你看我本来就知道了。
很无聊，这个也要抢。OK， 然后呢，好了，下一个我们要做的就是眼影啦。OK， 我喜欢用一个我特别喜欢用的眼影，我要跟大家介绍，因为我觉得这个眼影特别好，在我在韩国买的。你是不是很想去韩国？我真的好想去韩国，我想去韩国，想去欧洲。然后我觉得这个眼影特别好呢，你看我连那个包装我还特地那个放在里面要给大家看，因为这个眼影是这样的，它直接就是两个颜色，所以像我这种懒人，像你们这种懒人，你们是可以用的 ，OK？ 因为你只要记得这个深的颜色就是在那个眼尾的部分嘛。所以你涂的时候呢，你就要记得，可是你要记得啊，深的是在那个下面，就是靠近眼皮，因为有时我早上你知道太那个睡不醒啊，然后早上太早起来，然后有时候我会涂错，然后我要把它卸掉再重新涂，所以你要记得啊，深的颜色是在下面 ，OK， 我又不可以太靠近，等一下你们看不到我在涂 ，OK。你就这样，然后你可以再扫多一次，你看，就这样扫过去就好了。好像那个，不好意思，我要过去一点了。OK， 然后我把镜子拿来一点就是好了。OK， 然后是来要现在在涂这边，哎，这边怎么涂啊？我已经太久没有化妆了，你知道吗？不是因为我懒，我是因为根本就没有必要化妆嘛，都一直待在家还化什么妆啊？我知道，这样翻过来，哎，不对嘞，应该是这样，应该是这样。我是一个失败的网红。没有关系，我可以做到的。好了，你看是不是有两个颜色 ？OK， 然后呢，下一个步骤，我最近剪了我的头发，然后就为什么一直这样子哈？就因为不好意思剪了头发，然后刘海他问我要不要剪短，我说好吧剪短，结果好像剪得太短。OK， 哦，一下我看得更清楚，所以我觉得。好像我的那个眼影这里还可以再加强一点。OK， 好。其实你涂多涂少，我觉得都没有关系，因为反正它就是两个颜色，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好。OK。涂好你的眼影了过后呢，就是重要的就是眼线 ，OK， 因为你这个是已经是深的颜色了，所以你已经涂靠近你眼皮，所以你的眼睛其实基本上是大了一点点。然后我不喜欢涂整个眼睛，你知道吗？现在流行就拉长你的眼睛，拉长你的眼尾，就会把你的眼睛变大，所以我就涂在眼尾的部分。有没有看到我？这边哦，一下我看得更清楚，所以我觉得好像我的那个眼影这里还可以再加强一点。OK， 好。其实你涂多涂少，我觉得都没有关系，因为反正它就是两个颜色，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好。OK， 好了，涂好你的眼影了过后呢，就是重要的就是眼线。OK， 因为你这个是已经是深的颜色了，所以你已经涂靠近你眼皮，所以你的眼睛其实基本上是大了一点点。然后我不喜欢涂整个眼睛，你知道吗？现在流行就拉长你的眼睛，拉长你的眼尾，就会把你的眼睛变大。所以我就涂在眼尾的部分，有没有看到我？就这边。
然后那个线要往上拉，往上拉。对吧 ？OK， 然后下一个呢，就是睫毛膏，夹睫毛，讲错，夹的睫毛才睫毛膏 ，OK， 所以就要夹你的睫毛了。睫毛就是拉往上，一二三放，然后这也是拉往上，一二三放。当然有时候我会夹几次啦，因为有时睡醒然后眼睛没有看好，然后夹不到有些。不过这个不错。下一个步骤就是这个，我一直觉得那个眼影好像没有涂好 ，OK。然后我用的是，要给你看，我用的是这个 L'Oreal 的这个，不会贵，在 Palmer's Guardian， 然后 Watson 都有卖，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我涂睫毛的方式这样往上 ，zigzag，OK，、不要弄到我的头发 ，OK， 好，来。我觉得女孩子涂睫毛是最丑的，因为那个眼睛要这样，你知道吗？好像要瞪人，像很奇怪。不过化妆还是需要化的。哦，好像没有那个弄到我的眼睛，不过没有关系。对，一定要这样涂，不然那个睫毛会全部卡在粘在一起。OK。然后这边下睫毛也需要涂。脸画得这么好看，然后又要去卸掉，不然我怎么出门？又要戴口罩，等下那个口罩又弄到，然后别人会觉得哇，这个女孩子去楼下买东西都要化妆。不过有时候我觉得就不要想太多。你做你觉得快乐的事情。有时候我跟你们说要这样涂，我自己会忘了，因为这么晚上涂比较方便。不过还是要这样，因为我就会看到我的睫毛卡住，我就我怎么刚才没有这样涂 ？OK， 然后在你的下睫毛。你有没有看到 ？OK， 有。不要等下我又要重拍这个 video。你看，是不是变得很长？睫毛变得很长，有没有？不要弄到，不要被我的指甲弄到。OK， 不好意思。我真的是，我刚才我觉得这边没有，这边还可以再加强一点。就涂了睫毛，我就发现，这边好像还可以再好一点。OK， 好。好，下一个呢，重要的就是嘴唇了，你的唇膏很重要。我用的是这个，这个是在哪里买？沃森买的。不过我发现那个也有卖这种小小个的，然后这个就很适合，因为你去冷的国家的时候呢，你就需要那个皮肤比较干燥，需要保湿嘛，所以有这个很好。这个不只可以涂在嘴唇，甚至可以涂在你的身体，还是你任何觉得干燥的地方。又很大瓶，不过我喜欢买小瓶的。OK， 所以我们就需要然后就那个画这个唇就是画口红之前一定要唇膏。里面就很厉害，然后这样也可以跟你讲话。一定要画唇膏，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没有画唇膏的，没有画唇膏，一定要涂唇膏 ，OK？ 要涂唇膏，我的画也是不错的啦，一定要涂唇膏，因为如果你没有涂唇膏的话呢，你就会让你的嘴，那个去
那些干燥国家，甚至你去冷的国家，好像我会这边会破皮破皮，然后会流血，然后你这样子你涂口红是没有用的，因为有颜色可是看起来很干，所以我们涂口红还是涂上颜色的意义在你的唇上呢。你其中一个一定要必有的就是要滋润的，滋润 ，OK， 所以一定要唇膏。然后这个就是涂口红的颜色哦。来，你看，这个是在Guardian买的，它是瑞士的牌子，然后它也不是很贵。然后其实我看了，有时候我会用这个，然后有时候我会用这个，这个的话颜色就比较深，其实我可以放在我的手上看一看。我不会用太，我喜欢用，有时候我喜欢用比较深的颜色，有时候我喜欢用浅的。OK， 你看啊，这两个是不是不一样？这个看起来，这个看起来就比较深，这个、比较浅。今天我不要用比较深，这种比较深的啦，因为这种就是如果你要去，好像我们去法国啊这些，还是你去上瑞士的雪山，还是你去一些特别的景点，然后你要凸显你的妆化的稍微浓一点，你又不想化的太浓，你就用比较深的口红，比较深的颜色，比较鲜艳，不是比较深，比较鲜艳。然后不是每个人可以那个可以驾驭的，不过当然相信你一定可以啦。像我有时也不知道可以吗，不过我觉得哎这个颜色很美，我很有自信，我就涂着去拍照。今天我不要用比较深，这种比较深的啦，因为这种就是如果你要去好像我们去法国啊这些，还是你去上瑞士的雪山，还是你去一些特别的景点，然后你要凸显你的妆化的稍微浓一点，你又不想化的太浓，你就用比较深的口红，比较深的颜色，比较鲜艳，不是比较深，比较鲜艳。然后不是每个人可以那个可以驾驭的，不过当然相信你一定可以啦。像我有时也不知道可以吗，不过我觉得哎这个颜色很美，我很有自信，我就涂着去拍照。然后我们经常也帮客人拍很多照片，因为这是我们导游的工作嘛，所以如果呢你要想要拍非常美的照片出国的话，你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跟我们的团，等这个疫情过后呢，跟大家一起，我们可以跟我们EU抱团。然后就涂在你的唇里面，颜色就不会，就不会有问题啦。OK， 然后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要腮红啦，所以腮红我会选择用的是这个，这是什么 ？Etude House 韩国的，那我觉得它比较自然。OK， 所以呢，我觉得它是有点像粉色一样的。然后刚才我不是有那个口红吗？我就把那个口红的也一起放在里面好了。我用我的手，我不喜欢用它的那个。不过其实你可以用，应该用它的脸，因为我知道如果用手其实是有很多细菌的是吗，不过我觉得用手我比较自在，然后我就知道我想要怎么涂。你当然那个可以选择用它的那个海绵比较好，然后涂腮红的时候不要涂太多 ，OK， 一点点就好了，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如果你出国的时候你忘记带腮红，没有关系，你就用口红就好了，对吗？刚才我给你示范的那个颜色，其实那个颜色很好的。OK， 来，我们看一下，然后就稍微调整一下。我是没有涂。然后我会用我的这个再补一补，这没有放上来。我不要涂太多腮红，因为会像那个猴子的屁股。
OK， 好了。有没有觉得比较美？本来就很美啦，不过你看化了妆是不是比较不一样 ？OK， 好，所以现在呢，我头发放下了，最近刚刚剪的头发，那个刘海，我就很喜欢那个叫什么口这种刘海，可是现在去那个购物商场啊，每次要那个测体温。然后那个一直要我把头发拿起来 ，OK。所以刚才我去弄了头发，这个就是我化好的妆，大家可以看一下，怎么样？应该可以吧？然后这个睫毛膏我觉得非常好用，所以你们可以去买。最后呢，我看一下，最后我要说什么呢？我要说谢谢你们，如果你有收看这个视频到最后，还是可能你是因为跟过我的团，所以你看了这个视频，你觉得哇慧卿好好笑啊，我们一会儿这次导游都非常非常不错的。然后当然希望你会关注我们的公司 eHolidays， 在那里呢我们其实有定期有做直播，然后有介绍就是不那些我们不管是欧洲亚洲那些很热门的旅游景点，因为现在大家都在家嘛，所以每个人都有时间，所以你可以去看看，可以去关注我们。然后还有就是呢，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在这个疫情结束后呢，我们还是可以一起出国旅游。 OK， Hello， 所以现在呢我再 repeat， 我要教大家出国的时候呢要怎么穿搭衣服。请你忽略我这身装扮，因为我在家就是这么穿的，好，不可能你叫我在家要穿的好像出国一样。 OK， 不过我有几个衣服是要跟大家介绍的。买衣服的时候呢，我们就喜欢买那种可以两套试穿的，你看像这种哦，好，给大家看。 OK， 当然你可以这么穿。 OK， 像这个应该是在秋天，冬天可能不知道够冷吗，可是就秋天春天那种像冷气的季节时候呢，你就可以穿上这种衣服，因为它是可以这样子，然后我觉得拍照也真的好看。你看啊，就是你不要看我的下半身，嗯，那当然这个有点不配啊，不过如果你等会换了一个比较配的衣服，你就会觉得很配，然后你就可以很时髦的搭配拍照。因为千万不要觉得有点大的衣服啊，有点大的外套，不是，其实现在有点大，就看起来有点大的外套是很流行的，比那种修身的外套还要来得更好看。然后也可以这么穿，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好嘞。而且你知道这个好像才15块欧元，在欧洲买的。OK， 你看这个也是很好看，有没有？有没有？我觉得好热啊，我这里穿这些。OK， 等下我会拍几个照片给大家看。然后呢？像这种，像这些外套呢，你都可以先放在你的托运行李，因为如果你是跟我跟团的话，像如果你是跟 eHolidays 的团 ，OK， 通常我们导游啊，我们到了那个指定的地方的时候，我们都会通常你跟 eHolidays 或 eAsia， 就是亚洲啊欧洲都好，还是你跟团呢，只要你出国呢，导游都会让你在那个到了你的抵达地点的时候，我们就不会马上上车的，我们会先给你时间换衣服。所以你可以放你可以放在你的手提行李，你也可以带在身上上飞机。不过你到了那个地点的时候呢，你可以我们会给你时间换衣服嘛，所以就算你觉得外套很重啊，你不想放在你的手提行李也没有关系，也没有关系。甚至如果你自己出国的话，你也可以这样子做，因为你就真的不需要把它全部冬衣啊全部要放在身上，因为我会觉得会很重，然后一下你会觉得很热，因为通常现在去国外的机场都是室内的，很少室外的。不过当然要看你去哪个机场。OK， 来，这个是另外一个，这个我觉得也是很不错，这也是秋天，因为等冬天要到了再拍一个冬天的视频吧。OK， 这个也是很好，你看。
所以就是这个呢，像我穿这种外套，就是喜欢穿比较长，不喜欢太短的，因为我觉得比较保暖嘛。然后很多人会觉得，哎呀，如果我长得没有那么高，像我这样个子不高，我就不应该穿这种，应该穿一半的。可是我觉得这样拍照蛮好的，你就有那种拉长的效果，拉长的效果。OK， 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外套。然后呢，要跟大家说什么？ OK， 这就是我的裤子，这是我的啊。OK， 所以像这种呢，这种外套呢，其实是很不错的，因为里面你可以穿一个无袖的衣服 ，OK， 然后你就可以穿这个。可能我应该去换一件衣服给大家看，我去换一件衣服来。OK， 所以像这种呢，你穿的是你里面需要穿一件像这种背心 ，OK， 什么样的背心都可以，不过最重要就是要选那种黑色啊。深蓝色啊，深灰色啊 ，OK， 然后你就这样这样出去 ，OK，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不错，然后像有些人他喜欢把它就这样绑起来，然后再配着那个裤子，然后有时候你拍照时候呢，你也可以这样子。绑在你的腰 ，OK， 然后你就 ，OK， 好，至少我真的是好奇怪，OK， 所以以上就是几件衣服我会。最重要就是衣服呢一定要带，你不要带太多衣服嘛，所以你就不要带那些比较复杂，像如果是这种有很多花的，有很多花纹的，当然你也是可以啊，不过 你就是要一直配咯，然后你就要，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出国拍照都是要拍那些背景嘛，风景啊这些，所以如果我想衬托背后的风景，那你就尽量不要穿的太多花纹，这是我的建议啊，可是如果你自己觉得比较好看也是可以。然后像这种呢 ，OK， 裤子，现在这个我都还没有穿，但是最近买的 ，OK。然后这个种呢，你就是可以上飞机的时候，你就可以，你就可以穿。因为我其实带团的时候，我发现很多客人，他们上飞机的时候呢，都喜欢穿的很美很美很美，然后又穿的有点少。可是你知道飞机在非常高的那个空中飞行的时候呢，其实是很冷的，然后你穿的这么美，然后飞机如果只是十多个小时啊还是六个小时啊也很长嘛，然后你又觉得很冷，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穿这种是最好的，你知道吗？因为你穿这个时候呢，你就不会，你又可以休息，然后你又不会觉得很不舒服，因为有点宽。OK， 所以我觉得上飞机我会介绍你穿这种，然后到了机场的时候你就可以再换呢。其实里面可以穿背心，然后再穿这个，然后到了机场你就把这件脱掉，然后再换上你想换的衣服、外套都可以。然后当然，我觉得 T 恤也是可以穿出，也是可以拍出很好的照片的。所以等一下我会用这些外套呢拍几张照片给大家看，然后现在呢我就要简单跟大家介绍拍照知识，所以我要去换衣服，所以请等我一下咯。 Hello， 又是我哟。OK， 我已经换好衣服了，我选择穿这种 T 恤啊跟裤子，因为我觉得用简单的服装那个衣服呢才能比较容易的让你看得见怎么拍照。我其实已经把照片拍好了，不过但是我没有带包包，所以现在呢我想给大家看。 OK， 比如说如果你有一个包包 OK， 然后后面 OK 是风景，就到时再 edit 风景进去，然后后面是风景，那你要怎么拍照呢？ OK， 所以很多人都说你要用你的手，对啊，没错，就是用你的手，为什么呢？因为让你的手你知道反而自然，
对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如果去那种很美的风很漂亮的风景 手 很重要。 OK， 比如你可以用你的手做一些小动作，比如摸你的脸 OK， 然后对应该是这边 OK， 就这样，我自己看我自己看美吗？ OK， 摸你的脸后面的风景 OK，然后微笑，然后呢还有就是哎，我这样看我自己我觉得很怪 OK， 然后还有呢就是可以拨头发 OK， 然后比如你在想东西，然后你可以如果你要你可以用电话 OK， 比如你很认真，总之你的手，不然你就要拿道具 OK。 然后呢你还可以让我看一下，搭配你的太阳眼镜 OK， 为什么这两个继续戴着 OK， 所以太阳眼镜也很重要 OK。 太阳眼镜你可以很酷 OK， 比如说你在想东西的时候 OK， 然后还是你的侧面，当然背后还是要风景啊，这是我的房间，不过就是在想东西，想东西的时候你可以往上看 OK， 因为有时风景很美嘛，你要往上看 OK， 然后就这样啊 OK。 然后当然身体呢可以僵硬，要放松放松放松 OK。 怎么放松你的身体呢？其实这个就很难教你了，因为很多人拍照的时候他们往往就是会这样，然后就这样，像如果我去带团，如果我叫我客人帮我拍照，我也不敢做太多动作，你知道吗？因为刚开始不熟嘛，你怎么敢？不，你就可以，我就会教我的客人，就你可以怎么样拍，怎么样美，然后等一下我再叫他帮我拍，是不是？然后如果他不帮我拍的话，我就再帮别人拍，然后再叫他们帮我拍。然后反正这个团里面这么多人，就一定会有人会帮我拍出美的照。不过你要拍出美的照，首先你要教人家怎么拍出美的照。所以我们很多客人呢，他经常跟我们呢，都有很多很美的照片。所以如果你不会拍照的话，你就是要跟一日的团。好像又在打广告，你就要跟一日的团，然后一日导游都会帮你拍，因为我们一日导游都很自恋的 OK。 我们有拍抖音视频的，我们有唱歌的，我们有写诗的，我们有很多很多种不同的导游，所以你可以去关注我们看看 OK。 所以这个太阳眼镜好吗？还有就是想一下啊，我要说什么还有就是眼神，眼神很重要OK。 我要这么靠近跟你说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拍照的时候呢，如果你站的姿势对，可是如果你的眼神不对，那也是拍不出那个效果的。比如说有时候你在沙漠 OK， 好像我们去迪拜，我们去沙漠，然后那个眼神其实有时不一定要很清楚，不一定要很亮很那个，有时比如说你在想东西，然后眼神有一点模糊，其实拍出来的照片也是很美的，因为你要拍特写嘛 OK。 比如说我后面突然间是沙漠 OK， 然后你要拍我 OK， 然后我当然是要那种眼神就是我在想东西，对吗？所以你的眼神就是感觉就是你在看，可是你又没有在看，这样讲是不是有点复杂呢？就是你的眼神不能太清澈，要比如你在想东西一样 OK。 等一下我示范给你看 OK， 就是那种眼神就是很迷糊的样子 OK。 因为有时候这种照片是很迷人的 OK。 拍照不需要一定就是要站直直看着那个镜头笑 OK。 因为当然这个是我们以前的拍照方式，现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那个 Instagram Facebook， 当然你想拍有时候是像那种迷你我照片啊，你想拍的是那种艺术照片啊，所以你就可以想创意一点发挥，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做明星啊，现在跟以前都不一样了OK。 然后还有就是出国的时候拍照呢，有时候你要看你的地点拍照，比如说我们每次去那个带团啊，我们去看那个瑞士的垂死的狮子雕像 Swissland Monument， 然后我说是垂死的狮子雕像，所以那个狮子其实是很伤心的 OK。 那我们可以放那个背景，当然如果
你的身材不好，那就靠近一点，远一点了，远一点就会看起来比较小。OK， 然后还是你可以用你的侧面。OK， 现在很流行的一种拍照方式呢，就是摸你自己。OK， 当然我不是说连续的摸你自己，不过你拍照是不是要有定点啊 ？OK， 所以就是我这样说，我不知道你会明白吗？因为通常我像我跟那个带团很多年嘛，所以我已经知道那个诀窍，就是怎么帮客人拍出很好的照片。虽然我不是专业的摄影师，不过还是可以帮你拍出照片。如果你去看 E Holidays 的那个 Facebook 啊，你会看到我们的客人跟过我们团的，因为他们会在那个 review session 那里，你就点进去，你就看，其实他们很多照片都很不错，而且很多都是导游拍的。OK， 所以特点就是呢，摸你自己，可是摸你自己呢是有定点的。OK， 比如。你要觉得你哪里痛 ，OK？ 好像说，如果觉得我头痛 ，OK？ 烧你的头发，头痛，好奇怪 ，OK？ 头痛 ，OK？ 像这种背景 ，OK？ 那个垂死的狮子雕像在那里，然后头痛 ，OK？ 然后当然，如果你要太阳很晒，就戴个墨镜 ，OK？ 这是头，呀、yeah, ，这是头 ，Yes。然后呢，肩膀痛 ，OK， 肩膀痛也是可以的，啊，这个就不要拿走了 ，OK。然后肩膀痛怎么拍呢 ？OK， 肩膀痛，比如就是，我想一想，好像是这样，还是就是这样，然后你就看侧面，肩膀痛，好奇怪 ，OK， 屁股痛 ，OK。屁股痛是有一点那个，有点比较少人敢做了，因为感觉以为你自己好像名模这样 ，OK？ 不过其实基本上屁股痛也是差不多了，就是这样。你其实可以做屁股痛的那个照片，其实你什么时候都可以的，只是看你敢不敢。当然屁股痛的姿势是这样子 ，OK？ 然后还有就是腰痛嘛，腰痛就是这样 ，OK？ 然后其实这个是很多人经常拍的。Okay, 你就会这样子拍。还有呢，另外一个就是你拍照的时候呢，你就需要没有东西握的话，没有包包的话，你就要拿道具。OK， 比如拿一瓶水，你拿一瓶水，你要怎么拍出好的照片呢 ？OK， 很多人很喜欢拍的就这样子，你好像你吃的冰淇淋对吗？然后你就这样子，还是这样子，然后你去笑。啊，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局限你自己，当然。我们做导游的时候，我们会帮客人拍出更多不一样的照片。比如说，我们会叫他拿着这个笑得很开心，然后当然我们也会叫他拍侧面 ，OK， 这样这个不会很怪啊 ，OK， 靠近一点，侧面，哎，靠近一点就看不到了，靠近一点 ，OK， 然后看着那个冰淇淋，然后比如说你可以看着那个物品 ，OK， 你在假装你在想东西。看着那个物品，然后那种非常好奇的眼神，请你不要笑我 ，OK？ 我只是在教你们怎么拍照 ，OK？ 我也不想啊，在这么热的天，然后做这些奇怪的动作 ，OK？ 然后呢，还有就是就你手上要有道具嘛 ，OK？ 然后就是非常多人喜欢的就是这么拍照 ，OK？你就回眸一笑，其实回眸一笑真的是我经常拍 ，OK？ 为什么回眸一笑很好 ？OK？ 因为首先你转过身 ，OK？ 你笑，然后你就可以遮住 ，OK？ 你身上的脂肪不会那么，因为你穿着外套嘛，对吗？好，所以跟你说就是要有道具，然后呢，眼神，当然你也可以很靠近的拍，就是拍那种近距离的照片。OK， 拍近距离的照片的时候呢，像你在出国的时候比较少，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要是要拍那个风景嘛，就是要拍到很美的风景。不过有时候也是可以拍近距离的。不过近距离的时候呢，你就要有一个东西握住了，有一个特点，比如说你在瑞士吃巧克力。
然后还是你在拍你在吃食物的时候这些就是近距离了，所以以后有机会再教大家，因为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出国的时候要拍的照片 OK， 所以出国的时候你就可以这么拍 OK， 当然这只是我的建议，如果你想有那个你有你的意见，你可以放在那个我们的 comments box， 在那个视频下。好了，我觉得好奇怪。OK， 所以希望你们喜欢今天我给你发的这个给大家制作的这个视频。其实我很想做一个视频，就是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想问导游的，你们可以其实留在那个留言箱那里，然后可能下一次呢，不管是我还是我公司其他的导游，我们都可以帮你们解答。比如说你有没有最难忘的事情，有没有觉得最伤心还是快乐的事情还是什么，你都可以发在下面，然后如果我们可以整理起来那些问题，我们可以可能整理出五个大问题，然后再给大家解答。然后等一下我会拍一些照片姿势给大家看，谢谢你们收看了，就这样希望没有让大家觉得太无聊，然后如果你有收看到最后就谢谢你啦，下次见。Yeah.